小 S 经常会在社群和大家分享私下健身或是跳舞的影片，每次抛出影片总是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。昨日他再度曝光一段在家里跳舞的影片，发文写下跟翔翔老师共舞，三天的工作的疲惫感完全还在。从他分享影片中可以看见，他留着利落清爽的短发，身穿黑色的长版上衣和黑色紧身裤，扭腰摆臀的样子非常性感迷人，令网友惊呼连连。而由于日前他曾经透露大女儿去韩国参加舞蹈比赛获得第一名，因此有网友留言跟他说，如果他去韩国比赛也可以拿冠军啊。另外他的二女儿在同一天也在 IG 现实动态晒出跳舞的影片，只见她身穿白色中空装和黑色短裤，开心舞动身体，一双逆天长腿相当吸睛，直接拉晕一票粉丝，又性感又可爱啊。